圆满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一个。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哦，那么今年呢也特别到我办公室邀请我出席今天的这个盛会啊。我想各位浏览一下他整个的作品，你就可以发现，那么真的所有的陶瓷工艺的雕塑作品，文如其名，非常精准的、非常敏捷的，用他的陶瓷工艺，那么雕塑出这么漂亮、具有流动性、穿透性，乃至于非常有渗透性的这样一个作品。朱老师的作品呢，青出于蓝，已经接近于蓝哦。那么将来应该有机会有胜利了哦。那么我们高师大的艺术学院前院长姚院长，还有艺术学系的前系主任陈明威，那么对我们朱老师的作品呢，都赞赏有加。我再一次的祝福朱老师的展出呢，圆满顺利成功。最后，叫我这边杨老峰、王明成峰、秦泰员工、鼠标员工、秦泰员工怎么样？哦，祝福各位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
另外一个层面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葫芦，我不知道他葫芦卖怎么样，哦，对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就是写实的，五个的话是五福，有没有？把它写印过来，那不以这个啊劳役，另外一种的人文的思想，哦，所以呢，另外还有加上一点，他会讲的东西啊，以前呢，我们带带着我们到那个第一次去参观回程啊，六龟，各位如果说有过六龟大桥，左边啊，他的工作室在那边，他会招待你喝茶，他喝茶之后呢，他会给你一个纪念品小小杯子，哎，当然那个是花豆的，以后别用到我们。希望他今天的这个大卖都高兴的，哦，小妹，祝福你，也祝福在座诸位嘉宾的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老师，我们希望是老师功夫熊，洪老师，请洪老师站台。
把这个如是关系也献给我们以及原籍的大师父，也我也相信我们的师父一定是随时的在关照着我们，那我也感谢我们两位师父。我爸爸，你看他，只要我们家里有。
图给传承下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Gracias.